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飆股急先鋒，我是张怀慈。美国联准会哦降息两码，美股是先走高之后呢翻黑，不过台股则是开平走高，收盘呢还大涨了363点，站回22000点的整数关卡。未来行情是展望乐观吗？替你请教专家，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，中祥老师。怀慈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好，中祥老师就要请教你哦。美股降息今天激励了台股，可是成交量还是没有放大很多哎，所以现阶段我们操作策略还是要价差操作多过长期持有吗？我想啊、哦，价差操作也可以配合长期持有。其实有一些量大的股票真的很好冲。今天很高兴啊、三立台这边啊8:45跟我们连线，问我们说这个美股在这里啊、降息两码。对台股是利多还利空、啊、那我说经济软着陆其实是好事情、啊、不要卖低股票，对不对？同学，你今天做到了吗？当然你要当冲，你要做波段，一定是要有量的股票。同学来看一下、啊、我昨天怎么告诉你的。我昨天没有讲很多只股票，我昨天的标题只有两档股票，一档叫做威盛，一档叫做华星光，对不对？外资昨天买融券在增加，哎，自营商昨天买600多张，哎，你能买几张？你能买600张吗？我看你买10张就了不起了吧？人家买600张都没在怕，你买10张还在怕，对吧？尤其买5张的根本不要怕，对不对？同学看一下今天大盘，今天大盘是不是开平？哎，拉到最收盘收最高，哎。今天外资一定买超、啊、我们不要讲，待会我们来看一下、啊、同学，外资、啊、就是有钱的大散户，杀你磨你、哦、这外资最会了、啊、外资前几天不是大卖吗？对不对？同学来看一下、啊、外资看一下，16号我就告诉你了，台股涨嘛，外资买开始买了，16号开始买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18号卖也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外资只卖20几亿嘛。啊，昨天我在这里有没有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威盛跟华星光，来看一下，同学，你如果是来找我们，你今天可以赚多少钱？你自己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不需要讲太多，对不对？华星光，我们昨天扣会员132块以下买，就130到132。今天还有同学问我，老师还能不能买？我说当然可以买。同学你看他就是大妖股，他就是大妖股，132块就回撤嘛，回撤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同学你今天最低131块 ,132 块我保证你买得到，你买到之后拉到148块。今天一天你赚超过 10%、哦。有一个同学买 132,148 是赚16块钱。10张16万，你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回来了吗？你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回来了吗？还有一个同学更狠，买50张。同学，来，你看他的量有多少？3万多张。3万多张，你买50张买得到卖得掉吧？同学，我是不是在这里告诉你啊？当冲隔日冲，对不对？无惧盘势的上涨下跌，操作一点负担都没有。你有没有负担？你没有负担嘛，对不对？同学，老师我钱不够，钱不够冲2张也好啊。我有同学钱准备好了，冲个5张10张啊。啊，我昨天在这里解盘，我是不是也要告诉你啊？这个威盛今天就要挑战140块。我问你，今天有没有过140？有，我都是事先讲的啦。我同学没有一个老师跟我一样的啦，每个老师都很厉害、啊，对不对？昨天一个屁都不敢放，对不对？啊，每天告诉你什么第二什么第二，我从来没有第二，我每一只股票都公开讲。同学，就算你加入我的 LINE， 昨天晚上你收到的是什么？威盛外资买，华星光自营商买，对不对？9月18号收跌171点，你有什么好怕？外资卖159亿，正常嘛，自营商也卖嘛。但是自营商
都有买，都有买华星光，有买威盛，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涨停股这里一堆嘛，都是事先预告。这个哈，我们有时候哈不能买太多只股票。我有一个同学啊，他来参加以后，他说：“老师，你是不是在这里会买100只股票？”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最近我看一下投顾节目啊，每个老师股票都很多，涨停板的都有。昨天30几档涨停板，大概有6档，就啊，今天跌下来就不讲话，嘴巴闭着，你就不讲话了，不讲话了，不敢讲话，对不对？然后明天要怎么做？同学，你明天想不想赚钱嘛？啊，好，注意到了啊，威盛啊 ，IP 股，注意到艾普的现行最佳。哎，8月营收5亿多呢，月增50%，年增30%，哎，不得了哎！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同学，我再跟你这样跟你讲啊，你是怕业绩不够好，它涨不动。来，我跟你看一下，艾普，你看月增是不是超过50%？有没有？不会骗你吧？年增是不是31%？没有啊，虽然啊，在这里四星 KY 虽然年增，但是月增不好。哎，四星 KY 也不跌了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智元，普通普通啦，啊，月增年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安国我们都做当冲的啦，安国营收不怎么样啦，来看一下威盛，哎，月增100多%、欸，我不是告诉你以前威盛是股王，我看好威盛不是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们威盛已经操作超过10趟了，每一趟都赚钱，还真的没有一趟赔钱的。怀慈在去年帮我主持节目的时候，我80几块，我那时候还煞死，我还特地找了一集节目来说我可以买威盛，那时候80几块。80几块涨到150几块，回到100块，再涨到180块，再回到120块，再涨到180。啊，不然呢？同学，来看一下他的营收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，我喜欢细光子，细光子是未来的前景。好，来看一下细光子，对不对？啊，细光子，对不对？星云昨天涨停，对不对？我都有写在里面，啊。老师，你不带我做星云，你钱够不够啊？最近有一个会员来找我，他参加一个清代的会员，我每天打电话给他，我还叫他买几张。他有买威盛，他有买华星光，今天笑呵呵的。同学，你认为呢？像星云这个比较贵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月增年增，来看一下。旺系也是月增年增，你看老师你都找这种股票月增年增的，来，好，精彩，精彩。为什么我在最近不做？因为它从100多块涨到200多块啊，营收出来没有那么漂亮，所以200多块我不会带你去买200多块的精彩嘛，没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要买的时候110就买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像华星光嘛，110、120买嘛，将来到200多不是很爽？对不对，同学啊？讯息你看啊，讯息你看一下，它是怎样月增年减？好，光盛月减年增，好，华星光月增年增，你看是不是都增？啊，我上次也告诉过你，同学，我在这里我都公开讲，你还要我怎么讲？我都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上一次从50几块做到200多块，当时怀慈有跟上这个脚步，呵呵，那时候咚咚咚一直到200多块，吓都吓坏了，哇，老师这个股票怎么搞的？结果200多块我出掉以后，我一年没讲它，你看月 K D 是不是交叉往上？我没有骗你耶，同学，你看到没有？月 K D 交叉往上，哎，今天来到148了呢。老师会不会到200？我不知道，有机会。
股市每天都在开嘛，对吧？跟你讲你也不相信。现在啊，现在这个啊，我只能这样的告诉你啊，这种就是妖股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，你有没有扣讯？我有没有扣讯？我的扣讯拿给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同学，我的扣讯拿给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同学，我有没有在扣讯？来，132块以下，这是今天的。昨天的，昨天上午9:58，有没有扣讯？4979/130-132。昨天不止买这个，昨天还有买这个，威盛135以下。昨天有会员买到收盘价大概就133了。不管你买134、133、132都可以，随便啦，好不好？今天140几。同学，有的老师哈，不管怎么讲哈，他都是别的老师是怎么做的，我大概跟你讲一下啊。别的老师是怎么做的，同学，别的老师怎么做的啊？就像一笔画起来，啊，这里买，哇，我赚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别的老师是这样嘛？啊，我是直接拿扣讯给你看，哎，会员都看的。会员都在看节目的呢，这不会骗人的啦，同学，真的不会骗人的啦，啊！你看我的节目也够久了，我不是那个涨时说涨，跌时说跌的人，啊！跌的时候我也公开告诉你，你记不记得我华星光我还卖掉跌下来到100块，我说我打算要买回来，但是因为它要除息，所以我没有买。结果100块马上又拉到120几块，我一看不对啦，赶快买，对不对？我做好几趟啊，不是做一趟，哎，做一趟那我就太笨了嘛，对不对？一只股票一鱼100吃，你们去过石门水库吧？啊，石门水库那个一鱼几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一直跟同学讲嘛，啊，同学。当冲隔日冲，无惧盘势的上冲下洗，操作一点负担都没有，一点负担都没有啦，同学，啊，每个老师都很准啦，收完盘哪一个老师不准，对不对？啊，昨天敢讲今天吗？啊，我再讲今天，你敢讲明天吗？老师，明天什么股票会涨？好，同学看一下，明天什么股票会涨？注意到 IP 股，昨天跌得跟猪头一样。对，昨天跌得跟猪头一样，注意啊，明天 IP 股要动了，随时 V 转。你一定不相信，老师怎么可能会 V 转？啊，你不相信对不对？那明天来试试看，会不会 V 转？好，你看一下今天 IP 股，对不对？昨天 M31 是不是跌到900多块？我是不是跟你讲 M31 在哪里 ？M31 在这里，对不对？970。老师，今天970买得到，收盘1015，最高1020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不会骗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你要我怎么讲？我都讲得清清楚楚了，连价钱都写在上面了啊，不然呢？啊，好，注意到明天哪一只股票会先涨？这宜特啦、星云也有写嘛，哈，这里都有写，矽光子主流嘛，哈，威盛都是每天研究长辈股，就是要努力的代价。你的老师如果比我努力，那没关系，你去找他。你的老师如果比我会吹牛，那没关系，你去找他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都是讲明天，啊，明天什么股票会涨？你注意到、哦、M31 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同学，这是不是 W 底？对不对？啊，我告诉你，四星 KY 这个缺口，老师，这个缺口一辈子不会过，把不了，一辈子不会过，搞不好明天就过了，过了以后就喷出去了。老师，那为什么昨天那个四星还跌100多块，今天要涨100多块？你注意到高2385嘛？对不对？昨天的高是2390嘛？对不对？
今天高2385嘛，那昨天卖掉的就后悔了嘛，啊，继续来，继续来，对不对？艾普昨天的高点是多少？294嘛，开292嘛，跌到282嘛，今天艾普呢？开283嘛，拉到293，收盘292，所以昨天不知道哪一个猪八戒把它卖掉，啊，明天会不会涨停板？哎呦，老师，如果明天会涨停板，我就来参加你的会员。拜托啦，你这买卖点又不知道啊，每天追高杀低你最会，所以同学啊，赶快加赖，赶快加赖，好不好？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，我告诉同学哈，我跟你讲哈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你不管怎么做，你有本事买100张，你市价敲100张都没有用。我告诉你，像华星光，你一买就有人拉上去，所以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。赶快打电话，明天赚涨停板，交还给怀慈。好，谢谢钟翔老师的分析哦。老师不断提醒大家，不管台股是涨还是跌哦，选股真的是最重要的。但是现阶段到底还有哪些个股还很有潜力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回来之后有更详尽的分析。欢迎回到飆股急先鋒，先带您来关心一下三大法人买卖超的情况。今天外资呢是买超了271亿，自营商呢是买超了60亿，而投信呢也买超了21亿哦。那钟翔老师就要请教你哦，今天外资已经买超超过200亿了，再加上降息过后台股是大涨反应，哎，所以明天一样乐观吗？好，首先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也不用我再说了哈，我们在这里哈。你只要加赖的哈，我们上面讲得很清楚。来看一下今天大盘，今天大盘涨了几点？363点，对不对？363点，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同学在这里看得很清楚。好，来看一下 K 线，这里叫做月线，月线在这里慢慢走平了，啊，它也过了月线了，因为来到22000点，啊，月线大概在21800点，那再来就要挑战季线。哎，老师，这里会不会就直接涨5000点？不可能，好吧？我跟你讲，不可能啊！大概过年前有很多股票会涨50%到1倍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不相信，100%不相信。老师，你都是为了做生意。好，同学，华星光从100块，今天来到148块，你认为华星光明天就会跌停吗？那华星光如果100块到200块，是不是1倍？对不对？我不用骗你嘛，对不对？明天大概就50%了吧。好，我也告诉你，威盛90几块，我说140不是压力，140今天碰到了过了，那明天会不会到150？90几块哦，到150会不会到160、170、180？我不知道啊。如果真的到180，那是不是1倍？老师，对，老师都没有人告诉我这样，哦，告诉你你也不相信。哎，老师这样子，哦，我90几块来不及买，买不到了。老师，那140还能买吗？加赖，好吧，加赖，加赖，加赖，好，加赖，好。那同学都知道啊，哦，最近有一个消息很好笑，我真的笑死了。你看一下这艾普，艾普，对不对？今天收292，把昨天跌的全部涨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全部涨回来啊！我注意到了啊，你注意到了艾普？你看一下这个，我真的是笑死了。你看艾普，这里叫555，三个五，哎，三五排香烟，555，对不对？啊，外资在这里的时候跟你说看666。啊，外资现在在200多块啊，他还没有开始动啊，还没有开始发动啊，在200多块啊。然后外资告诉你说，哎，这个平等把它中立，他看到300块，好，明天大概就300了。我们来验证一下吧，明天会不会300？好，明天大概就300了。搞不好这一个 W 底一个形成，你注意到这一个 W 底，这个 W 底一形成，对不对？明天一突破300。站上均线了，融资并没有大幅增加，融券在这里增加，借券余额那么多，明天300了，
会不会过了350块，他又跟你说到555了？哎，同学，反正啊，外资就是有钱的大散户。那我们用月线来看，月线来看，注意到它从100涨到500，拉回300，涨到900，它每一次涨都是5倍、3倍。好，这一次又从150涨到550，也是3倍，对不对？那会不会下来从200多块涨到600多块，也是3倍啊？老师，我认为机会不大，外资不看好。好，重点啊，我们讲重点，外资不看好，我也知道外资不看好啊。同学看一下，8月营收5.11亿，年增31%，月增50%，对，上半年赚4.56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今年我们预估可以赚10块钱以上。他如果赚10块钱以上，外资又看四星 KY 可以涨到4200，那你认为如果四星 KY 涨到4200，艾普回到500也合理吗？那明年艾普可以赚15块，为什么可以赚15块？同学，因为他的新产品，他这个产品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我们大概就只能说到这样啊，我也不要帮他宣传，因为我又不是艾普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对不对？啊，除了这个之外啊，威盛我也公开告诉你，华星光我也公开告诉你啊，四星 KY 我也公开告诉你，艾普我也公开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所公开告诉你的每一档股票，如果有一档在这里不对啊，同学没关系啊，你不要跟着做，你放空就好。搞不好你可以赚很多，我不知道啦。你今天放空，如果去放空啊华星光的话，你今天大概破产了，违约交割了。今天从131涨到148，对不对？很多同学在这里就一定讲哦，老师啊，别的老师都从这里画到这里，厉害了。收完盘我也会，对吧？我们公司特地印一个图，我很少印这个图的啦。这公司特地印一个图，说别的老师是这样子搞了。啊，我是怎么搞的？对，我是昨天就告诉你的，来看一下。我是昨天就告诉你，我如果今天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我如果画一张图告诉你，那可能你一定认为说，哦，老师你又来马后炮了。我昨天就告诉你。好，重点你要看一下，这些股票会上去，当然还有一档股票叫矽力 KY。同学，我知道有一些同学很喜欢做矽力 KY， 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，好不容易跌到300多块了，可以买，你也不相信我。今天421块，你注意到他每次跌到300多块就涨到600多块，跌到300多块就涨到600多块，日 K D 指标往上，虽然外资在卖，也是往上走。所以同学，我讲的都让你验证了啦，好不好？同学。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。赶快打电话进来，就差你一通电话。每个人都打来了，就是你没打，所以你没有赚到钱，交还给坏资。好，感谢林中祥老师的分析，提醒您投资有风险，买卖前人要审慎评估。飆股急先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